家好，下面呢我们开始那个 Welcome 奇门交流讲座视频交流讲座的第四集的讲解工作啊，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这一个前面的一二三集呢，首发在周一天地论坛啊，很多朋友啊，版主啊，账户助理啊，都给予了好评啊，然后呢，跑到一家人里面去看了一下，妙君在那边做版主呢，哎，然后还有反手对穴啊，一凡呐、啊，哎，都是些好朋友，然后呢，也发布了这个消息。然后呢，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尤其是妙君兄啊，看过了以后啊，哎，也觉得非常支持。那么我觉得呢，是这样的，能够得到大家的朋友的支持和肯定，个人感觉呢比较欣慰。主要还是一个交流的工作，这个上面呢，一方面呢，做到引领后学啊，一些后学者啊，刚入门的，能够通过我这个。视频讲座呢能够得到一定的提高，主要是一个在解盘思路上面，解盘的思路上面获得一定的提高啊。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那个综合分析判断上面，那个综合分析判断上面，综合分析和判断上面能够获得一定的提高，这样就知足了。再然后呢，借这个做这个视频讲座的，能够跟一些因为工作忙啊、时间忙啊，一直失去联系的一些好朋友啊、一些益友啊，能够跟他们取得联系啊，然后呢就是说做更多的交流。平时呢也时间忙，也疏于联系，现在到了年底呢稍微空一些呢，就借这个机会呢，能够跟一些好朋友啊，能够因为人生比较短暂嘛，人生比较短暂，认识一些好朋友呢，有些有朋友总比没有朋友要好啊。下面我们开始第四集交流讲座的第四集的讲解。那么这个局呢，是我原来提拔的版主船长，人也不错，人也不错，原来在论坛里面啊，也做得非常不错。这个局是与船长网友核断的一个金融危机的一个局。那大家都知道，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啊，这个金融风暴啊，来的来势汹汹。那么这个呢，关于这个金融危机呢，我断过好几次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案例。这个呢，就是我的好朋友船长啊，他起的这个局，然后呢大家一起核断的。那么这个局呢是在2008年11月19号断的这个局。这个是英顿的三局，英顿三局，指使是金门。因为当时呢，主持这个奇门遁甲这个版面的管理工作，然后呢提拔了很多很多网友啊做版主啊，他就是其中一位啊，船长。还有一个玩具也人蛮好，当时的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好玩的时候。
个局排出来了。基本上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也大概呢就是说跟大家讲解一下，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局呢，因为有他段的内容，也有我段的内容，这后面这个上面摘抄的呢基本上是我段的内容，大家看有没有道理，这个局段的有没有道理。首先一点呢，反进去了，大的局是比较凶的一个局，反进去，而且是门反心反应的一个局，门心都反应的一个局啊，门心都反应的局。那我们看一下，主要还是这几点啊，那是福、死、日、时这四个因素，空王马星，要不然我把它叫做六件事。这看局的首先的这几桩重要的事情，直福在哪一宫啊，直死在金门，直福直死同宫了啊，贵日干是贵，甲子戊实干，那实干是甲子戊代表钱财上面的事情，对吧？临白虎天冲星，三门这有一个投机了，三门主竞争呢，也是投机啊，临白虎啊，物价贵啊，合作的这个钱，投机的钱套牢了，物价贵合格吗？投机的钱套牢了。投机的钱被那个甲子戊死啊，甲子戊的落宫状态，也有网友说，要讲讲落宫状态，这个很基础。长戊跟丙一样，长生木欲冠带灵官，地旺衰病死木绝胎阳。那么这戊落到死，他的状态是一个死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他的那个。有的人呢、啊，把他冠一些学名，这个人呢，就不多说他了啊。这个人好像最近他的群还是蛮火的，我们好像有五六个群呢，都是爆满的。然后现在专职股票预测，然后很多网站推荐的，但是好像准确率并不高，经常起一些非常奇怪的名词，一些词，这叫第一循环磁场，第二循环磁场，其实不要被这些东西迷惑了，知道吧？叫做第一循环磁场，第一循环磁场，第二循环磁场，这有时候我也走过这个弯路，因为这个人呢，原来在龙吟网，就在我经常活跃的那个网站，上面比较活跃，那也是，老道把他推出来的啊，易学新人呐、啊，怎么样？第一循环呢，就是说，从长生啊，这个不读长，从长生沐浴啊，灵官啊，这些状态就是比较好的状态，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啊，地旺，那么到衰病死木绝胎木绝，那这就是说第二情况就是比较差的那个，这很多都是编的词，其实意思是这个意思，它是套的一个名词，知道吧？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不要在这上面呢、啊，就是说走弯路，没多大意思，都是古人讲过的东西。啊，那么这是以下是下面是我的判断，物价贵，日干是物价贵啊，空王在值守啊，空王在值守，物价贵，贵家务，甲寅贵贵家务，地盘的物落三宫了，畸形了，那受到损失。过去按照药老师张老师的观点，那个地盘的物过去的钱，以往的钱畸形了。六仪吉星合太凶，甲子直福仇相冲啊，这是歌诀啊，甲子直福仇相冲，甲子直福仇相冲，动在正三宫，地盘物资产受到严重的损失，物贵对冲，地盘的物飞到天盘上面，在这里
天盘都不在这里，物贵对冲啊，这是对冲，明白虎凶险啊，天冲快速，天冲呢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行情，三轮主搏斗正合刺激带之象，那么这个跟那个这个刺激带啊还是比较形象的啊，那么因为就在这个上面来说，主要捕捉的信息就是说白虎、天冲、三轮啊、吴家贵这几种形象的组合成了一个，就是说一个投机的这一个场景，我们要把它形象化啊。我们周易学周易的人就是说，那你比如说十干相易啊，什么是不是啊？那个八门相易啊，它的相易有那么多含义，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形象，最主要是运用这些相易的时候，就把它形象化表示出来啊。金门天阴星君落坎宫，消息面那要是辛家庚这个格局非常凶啊，这个都是凶的消息，凶的消息。那金门主计划或政策，那么呢这个政策呢就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水火相济啊，金门落坎，金门是火啊，坎宫是水啊，金门呢而且辛家庚白虎干戈，那么这个政策是非常有问题的啊，出了问题。月干是贵，月干也是贵，那么月干也是贵，还是在这一宫呢，全球呢一片震惊啊，大家纷纷逃命，直服。那么直服代表世界上的领导人，直服这您金门就是恐惧啊，金门啊，是不是啊？天柱星啊，天柱星都是代表这种惊恐的信息啊，那么。贵家务大家一起为这个钱的上面啊齐心协力为这个危机来做斗争，所以呢就是说大家直服都是领导人，月干贵大家都是领导人，结果呢大家就开了一个 G20 会议啊，20多国家的领导人，然后大家一起坐起来讨论怎么抵抗这个金融危机，这个还是因为它是直服代表首脑嘛，每个国家的首脑啊，贵就代表月干，那世界各国的首脑啊，大家一起集中在一起，我靠，一起干什么呢？啊，金门也代表辩论啊，讨论这个钱财的问题啊，钱财怎么了呢？钱财天盘的钱财啊，被物贵合了，然后呢，白虎冲三门啊，这个钱套牢了，出现了资金严重的资金状况的问题啊，被投机到没有，大概是这样意思。这个局呢，因为是反应局，反应局代表快速，那么就是说快速的非常凶的，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美国的那个道琼斯指数，它一下就是说飞流直下5000指，一直噼里啪啦跌下来，到现在呢慢慢的缓慢的回升到10000点上来，慢慢的回升，它是这个反应局呢，它举一般来说是举凶，而且呢它举的但是说来的凶去的也凶，但是说现在呢世界上面就是说慢慢的开始回升，这就是反应局的特点，我们要把握这些特点啊，而且它这是门反应星也反应，我们再看刘文元的啊，刘老师的那个他的一个新的一个预测的思想，那么现在的甲子之福在这边那么后一面的甲直符呢，就是应该是甲子午，后面的直符要到这里，所以说这慢慢的世界经济缓过气了以后了，大家又开始投机，又开始做这方面的竞争，但是他等于说什么直符，这是现在的直符，他来管这个事情，然后他也有前面的直符，然后有后面的直符，那么看空网。空王木空的是，比如说这是甲子木，再看木在哪一宫，这是后面的值班支付，这是他的试着运用了一下，还有些道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刘文元老师的他的那个叫做奇门奇物，这个当时有台湾版的，我买了一本复印本，现在又买了一本正版的国内版的，国内已经正式出版了。这人水平不错，实战派的，就实战呢，就是不喜欢去讲空话、虚话、套话，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是靠实际得来的经验，
所以呢，它呢就是说比理论派的呢要更加来的实用一些。应该来说这样，这个局基本上这样。看一下，总体综合一下。那么你把各个局的各个宫的信息，按照那个张子孙老师讲的36宫都是孙的，我们把各个宫的宫位的信息好好的看一下，好好看一下。这边还可以看一下申文宫呢，那好，申文宫呢落在加在死门宫了，肯定是不好的。反应局嘛，申文宫加在死门宫，那么人加起丙加起火，丙加起火被地户，人加起干戈蛇行，又是一个行动。那么这是利润获得了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么这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啊。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来说呢，这个。金融危机当时船长版主他起的这个局，问世界经济到底怎么了，这个金融危机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当时2008年的太岁是杜家贵合格啊，离商门天冲星白虎，这个是很明显的投机信息，而且钱财被合住套牢。我一般物价贵都是合住了套牢。那么这你把年月日时是吧，我说福死空亡，马星在哪里呢，寅午戌马在申，马星在这里，申门宫有马星，一般来说不代表好事情。为什么呢，钱财跑走了啊。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说呢，基本上呢就是说讲来讲去就是一个思路，你的主体的思路是在哪啊，解决的思路很重要。第二一点来说呢，你就是说要分析到各个宫的信息，然后把它整个串起来啊，然后形象化的把这种很明显的这种形象化的东西，把它捕捉到，把它的信息点捕捉到啊。那么呢，这就是今天的呢开始的第四集开始的第一个局，这是以前的好朋友啊，现在也是好朋友，很少联系。我没在那边呢，没在那边被这帮小人排挤走了以后，他也没有在那边。船长啊，玩具啊，他也没在那边的啊，只有那几个，忘恩负义的还在那边。这就是第四集的第一个局。那么我们再讲一个近期的局呢，是最近几天的一个局。最近几天的局，因为看到一则消息，这个是2010年1月15号的一个局，这是2010年1月的一个局。因为铁矿石啊，我们的国家的那个铁矿石啊，又要谈判了呢。这一则新闻呢，就是说引发了我们的好奇，然后呢起了一个奇门局呢来预测一下。这个局也比较有意思，因为国家谈判呢，讲一讲他的那个新闻啊。国家谈判呢就说我们现在中国又找到了好几个大的铁矿了，这样我们铁矿石谈判呢，我们就可以把握先机了啊，不会再受澳方的那个约束了。因为呢澳大利亚呢这几个铁矿石的大公司呢垄断了这个全世界的铁矿石的资源，起码来说呢他们占有很大一部分，然后每年跟中国谈判，然后呢每年中国都吃亏，每年中国进货量最大，然后每一年呢中国的价钱呢又是最高，所以呢是这样的一回事啊。前因后果呢大家看一下，那个百度一下或者谷歌一下都可以搜索到很多铁矿石谈判的这方面的信息。最早以前呢是宝钢啊、首钢啊这些几个大的国有钢铁集团，他们代表全国的大中小企业一起跟海外的矿业公司谈一个价钱出来，然后后来呢就转换到中国钢铁业协会重点由协会来谈呢，结果谈几年都谈得不好呢，现在又换到以宝钢代头来跟海外的矿业公司谈判的这样一个模式。基本上的模式它的脉络要讲一讲，因为大家对那个铁矿石谈判这东西不是很懂，那么我个人呢比较关注呢金融经济这个方面是呢稍微了解一点点。
那么为什么呢？这里插一句，为什么有时候在网上有时候断局呢？有时候就是说它的那个准确率的问题，准确率呢，有时候并不是你的自己的技术上面的问题，因为对方啊，他当时的那个情况，他提供的这些信息，他不完全不完善，然后他的连命呢，比如说连命呢，那么事情的来龙去脉呀，没有给你交代清楚的话，突然一个局在那里，有时候不是很好断，知道吧？再然后他的一个信息点的把握，知道吧？然后呢，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有时候因为有时候网上断局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这个呢，一方面有你自己啊学艺上面的问题啊，学艺上面的问题，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有那个提供信息的。这么提供信息的人呢，他提供的那个信息场的问题，两方面来看，这个呢是比较新的一个，我反正没有做一个，我觉得比较觉得对大家比较有帮助的局，基本就拿出来，所以没有做很太那个的挑选工作。这是2010年的一月。的一月15日21点，己丑、丁丑、乙丑、丁亥，阳刚二局，那么直符是天府星，直死是杜母，修门乌家根，今天在网上还碰到设计这个软件的那个荣哥，也是反手跌去，还在跟他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因为通过他的这个排盘呢，可以掌握到、发掘到比较更多的信息。因为大家断局呢，还是要多断，断了也多断了以后呢，就是说对各个宫位啊比较熟悉了以后啊，在排盘的时候就很容易，就直接把这些信息就提取出来了。比如说提取出来了，比如说这个修门的乌家跟辛家跟马星的状态啊，比如说景门在这里入木的这样的状态啊，这是乾宫啊，有戌亥嘛，景门是火嘛，火入在乾宫呢，就是说入木的这个状态，就是说你在这方面来说，就是基本功都掌握了啊。这个帮不了你什么，这是各位网友啊，帮不了什么，这是完全是靠自己多段熟段这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还是这样来看啊，乙在日干，乙在这里，
丁家镇，嗯，丁家人，丁家人武松护河啊。好，看一看我断的我是怎么断的啊？这在我博客上面写的也有，啊，石干丁落功在前，开门。啊，开门丙家吉是生丙家吉火背地户啊，是生意上的事情。这是丙家吉火背地户，也是背格啊，背乱的意思，也是背格啊，也是背格。啊，丙家吉火背地户开门，天阴星九天啊。那么呢，这吉就代表地下的土啊，也代表也可以把它当矿石来的啊。你看武松复合，那么。井门主信息，井门主信息，信息呢？这个信息入目了，那么就是说国家找到这个矿，找到这个新的矿的矿产的这个消息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前面是说已经入目的消息啊，你九地已经很久了的消息，久远的消息，很久远的消息，因为。2008年也在炒作嘛，在辽宁找到了什么矿啊？是辽东吧？辽东找到一个什么矿？那个矿比较深，那个、不好挖，因为探矿是这样的，你找到了这个矿资源，然后呢，要经过5到10年，才能够把它真正的达到工业化产开采，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正宫开门，开门生六合宫啊，谈判，我们说铁矿石谈判，谈判主六合，六合宫空王生门，生意上的事情还没有开始谈。现在呢，澳方呢，澳大利亚澳方啊，像毕和毕拓啊和利拓啊，哎，你生门生意上面，生门呢属土，又在离宫啊，门宫相生，要吵架。啊，这个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林家贵，他的第八层是六合嘛，日干的第八层是六合嘛，六合在这里，临空王嘛，五位空王，空王呢，这个谈判第一，他的空王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把奇门局当小说来看，啊，就是说姚学生导师他说把奇门当变形金刚，你想怎么练就怎么练，那就是，我们把奇门的当小说来看。第八神的六合在这上面是空王，这个谈判是六合宫是空王的，这个谈判现在还是空的，还没有开始正式谈，只是大家都在放风的这个阶段。开门宫生生门，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这个开门也代表开采嘛，开采了就是为了开采的这个消息啊，开采的这个消息，就是说，为了是这个谈判的第八神是腾蛇，开门这个消息也是您腾蛇，那代表您腾蛇就是说，缠绕这个事情呢是有点真真假假的意思，有点真真假假的意思，贵家比这个地盘那天，所以说现在澳大利亚跟中国谈不下来呢，就直接把中国撇开了，然后直接跟日本和韩国，谈首发价去了。先不跟中国谈，先跟日本和韩国谈好，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消息呢，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看起来起不到多大作用。那第八层是白虎。那么呢，现在可能就是说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局，因为谈判这种事情呢，手中六合宫，然后呢消息呢手中井门，手中丁气啊，这六合宫生门旺，估计还是涨价，生门旺，那么以临玄物，日干的状态，以临玄物呀，兵家贵道又落天蓬之星，天蓬之代表大投机的星啊，然后呢六合宫谈判的这个宫又克这个日干的宫，
其有优势地位可言啊。那么因为中国呢现在呢50%的那个铁矿资源是依赖于澳方啊，力拓和必拓啊，依赖于澳方，依赖于海外进口，那么也有一部分印度的矿很少。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说呢，澳大利亚呢这个位置呢它比较资源呢上面比较丰富，然后呢人心比较齐，因为我们这个位置日干上临的玄武，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事情。日干上面临的玄武代表骗人，然后代表偷盗啊，小偷小盗啊，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当时中钢协谈判的时候啊，把那个澳方的在公司在中国的代表啊，胡斯泰啊，然后还有那个首钢的啊几个经理啊什么的都抓了。因为中国人呐、啊，这个心不齐，他们很多的那个很多的数据啊都被澳方掌握了，所以谈判上面没有先机。嗯，那么今年呢，宝钢啊重新回到宝钢模式的话呢，宝钢还没开始谈，先把自己出厂价提价的，一人提价了200块钱。那你怎么还怎么好找澳方压价呢？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因为它每一个钢厂它有钢铁去谈的，它有它的它有它的利益所在，所以呢，在这个局上面来看呢，基本上这个信息是不看好的。因为中国的现在探到了什么样的矿，多少的矿，然后对谈判呢，对六合谈判有没有什么帮助？没有多少帮助，空忙啊。深门工的落工状态，可能这个还要涨价。开门工，深门工，你要这样来看啊，要这样来看。那么这个景门呢，又入幕了。日干的零队呢为缺省。以其落宫，以落在对宫啊，以其的以其代表木啊，被对宫来克为缺省啊。那么又在门是杜门，杜门是堵塞不通啊，杜门呢、啊？天蓬星代表投机之心，这上面代表玄武啊。第八神是六合又飞到这上面来了。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说呢，这个局上面来说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基本上之前不知道大家看懂了没有，那么我们还可以再看这个甲子戊啊，戊家庚直伏飞空了，辛家庚就是白虎干戈啊，又临马星，甲子戊临到马星了。你说在这个上面的状态呢，就是说这国家的那个投资的外汇啊，去买这些矿产资源呢，会受到一定的损失，都可以断，你把它形象化。然后你主要是这些像是干支的象意、八门的象意，你把这些象意过关了以后，你这都可以的啊。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你看这个乙，你像那个药老师那个说的，乙代表唇嘛，代表脖子啊、项链呢、啊、弯曲啊，你都可以从这个上面来说。那是这个状态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基本上把这个情况就可以完全的大致的理一理了以后呢，你的思路呢就从这些信息点上面找出来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可以找到一个你的主观判断啊。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讲你怎么去你的解局思路，然后呢你的那个形象判断能力啊，你的综合判断能力。那个知福知死在动门嘛，知福天府星，那么去谈判的一些都是高层次，那个就是说有知识啊，有学历啊，这知识金门主辩论嘛，是不是啊？跟家丁可以看成是合同吗？是吧？那么从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你可以从这个上面来说的话，请门只代表知福。那么这个上面信息是从升到井门的啊，可以这样看，这个信息是从这个就是说从中央首脑部门放出来的这个信息呢，那么看对谈判上面有没有帮助，但是呢六合空亡。从这个上面这个局上面来看呢，可能
铁矿石呢，2010年的零年的谈判呢，估计就要谈到热天呢以后，可能差不多才能够谈得出有点下文啊。那么从这些上面来说的话呢，基本上的判断这个局上面，就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啊，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差不多，基本上差不多，嗯。每个工位的信息，每个门，每个工位的信息，干支的信息，神的信息，心的信息，好好把它把握一下。所以学奇门的根本都不是很难啊，不难，就难在入门。所以比较感谢像半姐啊，像伊顿啊这些好朋友，难在入门。入门了以后呢，就不难了。入门了以后呢，你就是说有人带啊，有人引啊，还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上面呢，那个时候呢，刚开始就是埋头看书啊，不是很懂呢。后来呢，就是说搞了一套，那当时花好几百块钱买的，现在几十块钱、十几块钱都有卖的。那个张田，这个张田的那个奇门遁甲的光盘啊，他的这个光盘呢，基本上讲解的都是神奇之门的内容，讲的还不错，然后呢，慢慢的学，就这样学出来。我那个好朋友实验的那个云水真人，他是张田的弟子。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说，哎，书本上面很多读不懂的地方，基本上来看光盘呢，慢慢看就了解，就入门了。我能够达到这样的奇门的战局水平，相信大家一样也可以达到这个奇门战局水平啊！不要着急，你们呢自己好好学，努力学，问题不大啊。下面再讲第三个局，这个局呢是跟，就是说跟刚刚说的跟那个云水真人核弹，跟云水真人核弹的。现在不知道，现在我离开了那个版面以后，因为那个版面我辛辛苦苦把它做起来，啊，受到小人排挤的这样，我没在那边管那个论坛以后，云水真人呢是我提拔出来的版主，他也没在那边干了。然后现在呢，基本上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也蛮想念他的。现在我们拿这个局啊，好好断一下。当时呢，四川汶川地震，当时呢，唐家山呢有一个那个堰塞湖。有没有危险？这个局呢，戊子年，丁巳月，甲戌日，戊辰时。那这个局还是比较过瘾的，十干空亡是，十空亡是甲子戌戌亥口，戊辰己巳。东西什么啊，甲戌寅，对，人生贵人甲戌寅，知福是天任星，知死是生命，这个起盘软件呢是用的元亨利贞的起盘软件，有个女生呢，青铜扳手在那边做扳手，也是好朋友在那边扳手。像这种时候都可以起局的时候，像这样的时候你都要把它记下来。贵家贵，贵在四宫七行啊，这个以席落对，以席在对宫是受克的啊，以席落对，这专门有这个格局的，顶在这里入木。那你
基本上在这个起局的时候要把这些东西，哎，你看这哪些东西哪些东西你要自己都能够基本上都能够拿得出来一些局的一些特征。这个局呢采用了形象战法，形象战法，嗯，虚害空，还有这个呢，就属于一些比较，也不是说层次高吧，也不是说层次高，只是属于一些形象化的断法。因为怎么呢？你说这个按照古历上面也没有这个什么堰塞湖这样的事情啊，也没有古历这样的断堰塞湖啊，有没有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全新的课题，你怎么去取用神？古人没有告诉你，这个呢完全就要靠自己的一个灵活掌握。所以在这个局上面来说呢，也是比较好，有意思，比较好玩啊，比较好玩，我们就玩一玩啊。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看一看甲戌己己，己加己六个宫位，在天阴星杜门六合，我也要看一下，要复习一下这个局，然后呢才能够断读出来。这个呢，云水真人是这样的，他的取用呢比较有特色，非常有特色。他是以天蓬的落星，天蓬代表水啊，堰塞湖这么大，地震啊，两边的山都塌下来了，把这个湖堵住了。那么有没有危险？当时还是非常有危险啊！如果这个堰塞湖一破的话，直接就影响到下游的城市啊！所以在这个当时的来说的话呢，这个局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局啊。根为主力，就是堵住了啊，根加根为主力。修门落梗，修门代表水，物加物，见物都主水是有主无碍啊，都主水是有主，修门代表水啊。天蓬落坎宫见开门，应该会主动开口泄洪。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这就是说考验每一个人的断卦的水平啊的功力啊。你像为什么比较，就是说我跟他关系比较好呢，然后呢就是说比较非常欣赏呢，看他的功力如何，就是说看这个。那么他取了两个月，一个是修门，修门主水嘛，一个是天蓬星。天蓬星开门根加根，那么这个根加根把它这个堰塞湖把它堵起来了。现在呢，天蓬星上面有开门，然后根加根它这个门开了，可能会主动的把它放洪泄洪，这就是断的精彩的地方啊，断的精彩的地方。那么呢，修门呢代表水啊，水之福，之福代表主要的事情呢，甲戌己，这是这个物啊。是福，也是代表十杠六宫，代表十物加物啊，物落长生状态。那、啊、然后修门堵住了天任星也是土，那么就是说起码来说是没有危险啊。直福，因为这个直福的话，几我是这样断的，我比较传统一点，我的这个没有真人英雄断的那么有灵性。那么在我这个局呢，它是几加几上面乘的六合暗土。它是暗土啊，它是暗土呢，它是杜门，门宫相生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的意思呢，两边地震把地下的暗土把它翻出来了，几加几把它堆起来了呢，然后呢堵住了杜门，堵住了。然后呢这个是天府星天阴星，所以说呢从门星宫啊神这方面的各方面的看呢，看出来呢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来说，它是一个浮盈的状态，它是一个不动的状态。所以你断它有没有危险，它是没有危险，它是一个浮盈的稳的一个稳的状态。这讲到第一集第二集的内容，浮盈局它的气场是不动的。妙就妙在真人兄他能够断出来主动去开，这个是他的那个水平啊。然后呢物日时是相生的啊，您直福修门主水，水被土压了，这个我跟他断的是
基本上一致。那么在这个都是段的取用上面，段的是一样啊。我是取十杠，直接取十杠。那么在这个上面呢，子死在申门啊，子死落宫申门啊。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你就是说在古代啊，断水呀、啊，它是以天蓬星和休门这样来断。那么根加根呢，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就是说主动的根加根啊啊。九天会快速的泄洪，那么这是事后了啊，你说马后炮也可以，事后诸葛亮也可以，这个可以从这个局上面探讨一下。那你如果比较牵强的话，生门天冲星啊，人家人那最后要把这个把它炸开呀、啊，那还是以这个天蓬星上落开门比较贴切一点。基本上就这样，基本上哦。然后呢，我还有一个看法，还有甲子戊啊，这个十干六宫啊，戊家戊啊，它是也是连干，也是太岁。那太岁入了辛，入进来了以后没事啊，没有问题。基本上，所以说当时我在这上面断是唐家三月射胡不会有危险。然后呢，云水真人呢在后面跟了他的解释。当时我在这上面没有把我的解释把它讲完全。啊，基本上没有讲什么，我只说不会有危险，因为有些人呢、啊、比较卑鄙，知道吧？他把你的这些思路啊，也这些局啊，套来套去，套成他的了，然后他把它变成他的心得，他的研究成果。所以有时候呢，在网上面呢，没有具体把讲解的思路把它讲出来。为什么不会有危险？就是我的取用和云水真人的取用，大家都可以借鉴一下啊。他是取休门天蓬星。啊，我的日时太岁啊，这个在这个上面来说，起这样的之福之死，以这样的宫位来判断啊，这样来说呢，我的取用呢就明显的在这上面啊，还是比云水真人呢就差一些啊。活一是灵活。我们的某些大师到现在还不懂这个道理，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阴一阳谓之道，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说既然不动，感而遂通，什么道理？阴代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突然你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突变点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阳了，变成了一个阳了。啊，从阴爻阳爻，那么在这个你只有把握这个突变点，你才能够起到你的预测。那么我们这个，有些大师啊，靠包装起来的大师，连这东西还没有悟到，每天啊，今天几年几月几日啊，早上啊九点钟开盘呢，然后。啊，上阵啊，我的伯礼的趋势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什么什么带女啊，以前还有奇门牌，后来奇门牌也损灭了啊，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一错再错啊，没意思，每天早上九点钟出现多少事情，人生乱象，你想用开盘局去捕捉信息啊，包括。那个就是，诸葛东方呐、啊，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不好把这个话说明，啊，王元明是这个名吧？王元明，都有这个问题，他算黄豆，黄豆金融危机2008年，好像是一连7个跌停的。1、2、3，第三天拉上了一点，就是一连7个跌停板，你下来你怎么算呢？你去预测，你全部每天用开盘局预测啊，每天早上9点钟开盘，哎，今天的奇门局应该是怎么走势，第二天奇门走势，你能够遇到9天连续9天跌停板的这种例子吗？那这同盘18个跌停板，那你怎么办？那你用开盘局你怎么去预测，怎么有很好的解释？
那有时候同一个时间同一天的局，上证市长的深圳市，别的又不是没有这种事情，那你怎么去合理的去把它解释呢？我们像这个，我们机械的去运用其门，必定是死路一条，必定是死路一条，是吧？所以永远要记得这个道理，一阴一阳谓之道，啊，一阴一阳这你要有这个一阳的这个突变点在那里，这样阴阳就形成了，啊，一阴一阳谓之道，所以叫既然不动，感而遂通。你这个，你像这个，像这样的，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说王延斌，王兄啊，王兄，你，豆子连续预设了几个礼拜，你预设一下，连续九天跌停板，你怎么用开盘局来解释？思路是错，没办法，思路是错。还有我们那个蔡大师，哎呀，我这个。不是很好说，不是很好说，大师。所以呢，这个唐家山验色壶呢，讲一讲唐家山验色壶的这个道理啊，这一个局，啊。再然后呢，讲一个比较好玩的局，比较好玩的局，也是今天呢，讲一讲好玩的局。这个局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工厂啊，厂房啊，我们那个房东今天还来了，又跑过来了。房东呢，他是一个老师呢，经济收入呢，除了房租的收入呢，然后其他就是自己工资收入，然后呢，买了一辆伊兰特悦动。这可能就是大大的超过了他的经济承受能力，搞得呢家庭关系呢比较紧张，啊，这个车呢反正也不贵，但是十几万块钱嘛，大概十几万块钱呢，办下地十一万多呢，但是，搞得家里每天鸡犬不宁的，所以已经怪而暂止，啊，房东买车，也是比较新的例子。2009年11月9号的例子，己丑年乙亥，2009年11月9号啊，11月9号，我们房东买辆车是吧？怪而暂之。这些局我博客上面都有，知福天福星，知死度门。所以你说奇门局呢，神奇呢，也就是它神奇在这些地方。
啊，英顿酒局，英顿酒局。这个局呢，这个局呢，甲子戊，落到井门，井门入木，甲子戊入木。首先就要把这些东西看出来，戊加辛，辛冲则足，甲子戊跟甲午辛对冲，辛冲则足，这是一个破财的例子。很明显的，很明显的破财的例子，三门，三门天冲星，三门主车，天冲星，丁加丙，丁加丙，丁在这边是长生木印官，官在丁加丙，星在月中，这个状态，丁加丙的状态还不错，天冲星，马力比较强劲啊，腾蛇生，这格局还不错，啊，车子还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不错的车。比较不错的车，伊兰特悦动嘛，卖的也比较好，啊，加速有力，实干工跟加急，跟加急实干工，跟加急行格，这个甲子戊这子午相的破财，井门也入木了，这个思路，它的这个出发点，这个思路是一个入木的思路，啊，这个戊加辛破财，甲子戊也入木，钱财也跟着入木，啊。那么实干宫跟加跟是在奇门里面是最大的凶神的跟加吉刑格，金门玄武主道星呢，金门啊买了这个车以后啊担惊受怕的啊担惊受怕的，因为新车嘛担惊受怕的。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说呢，庚加己是刑格，庚加己刑格，玄武啊，玄武道星，玄武道星，金门在这边，甲申跟那啥，哎呦，看一下，大哥看一下，啊，知福禄宫啊，天府代表了老师教育工作者，但是这个还是比较恰当，是老师，贵家跟又到这边来了，杜门，跟在自动讲长生沐浴冠在灵官帝王衰病死木，甲申跟在这里入木了，跟在自动取长生嘛，长生沐浴冠在灵官帝王衰病死木绝，跟在执行的。未来不看好这个车，不管说容易出车祸，车祸肯定是要出的。井门主道路，戊加辛七冲则足，子午对冲，有这个因素，所以这个局，反正买了以后每天是井门争吵不宁。每天是这样，家里争吵不宁，为了这个买车的事情，引发了很多斗争，乙代表哦，月干，万字笔，有网友提意见，这都是一个颜色，啊，其实应该也看得懂啊，局简，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局，乙代表月干，啊，乙在哪里？乙在这里，是吧？乙在这里，乙家贵。天蓬星仙翁门临到六合宫，乙是直接克根的，老婆绝对是反对这个事情，跟家吉星的男更为男，乙为女，六合代表人多啊，大家都反对这个意见。那，井门的甲子戊入木，加辛对冲，井门也入木，井门又主道路，啊，道路中子午相冲。啊，到了知福，天府星代表老师，入门，安地的，这个是背着老婆去做的这个事情，啊，去做的这个事情。三门呢主车呢丁家丙，天冲星啊，车马力比较强劲，车子是比较好的一个车，啊，利用率不高，花这么多钱买的车。没基本上没用什么，利用率不高。乙离休门，啊，乙离休门，
以林修门他夫人基本上就是每天在家啊，每天在家家庭富裕啊，闲无事可做，刻工能够落工，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局。我们从这个局上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把握的几个信息点。日干的、时干的跟庚加己、辛格、金门落玄武，而且这还是个玄武，而且庚金在这里落宫状态不好，直福、杜门、天府星、贵家庚啊，井门的状态、三门的状态啊。我们从这个上面来说乙奇的状态，夫人嘛代表乙奇嘛啊，夫人乙奇的状态、庚金的状态啊、六合的状态、休门的状态啊、天蓬星，蓬星主赌博啊，老婆经常打牌。那么这么从这个上面来说，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去综合发挥，综合发挥。那么申门己家戊辰与青龙太阴来生庚金，那么起码呢他家里房产呢各方面的房产是比较多的，房产比较多。那么乙奇申申门啊，南方其实是外地，女方是本地人，乙奇申的申门，但是因为女方的关系啊，见到很多房子，太阴暗地里建的私房嘛，暗地里建的很多房子，可以这样看，基本上可以这样看，啊，那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我井门主道路啊，戊家辛呢，天乙辛金门，而且落玄武，庚金的状态也不好，那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断局呢，思路最主要还是思路。所以基本上呢，今天呢，讲了四五个局，然后呢，跟大家分析了一下，主要是跟船长啊、饮水真人呐、然后这些好朋友核断的一些局，看看大家感受如何啊，希望能够跟我反馈，也希望呢，大家呢多交流，也希望呢这些水平比我高的这些好朋友啊，能够指出啊本人的这些各方面的不足啊。在这个位置呢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尤其是周易天地的这些好朋友的支持，然后呢还有一家人的这些好朋友的支持啊，然后还有几个比较好的网站呢，你像风水168啦，风水168里面石破天在这边做版主嘛啊，还想去炒了一下，还有元亨利贞呢，青龙反手在那边做版主，有时候好久都没见到大家，希望打打招呼。我是这样想的，想把这个今年呢做个总结，然后呢通过这个视频讲座这一个全新的模式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做一个汇报啊，然后呢希望呢能够呢自己呢能够有所突破啊，这是第四集的内容。然后呢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第五集再见，谢谢大家。